南投的竹山紫南宫可是香火相当的鼎盛，因为全台湾各地来的信徒呢都跑来这边要求发财经哦。但是其实求发财经的步骤，还有你要怎么样来花用你的发财经，更重要的是发了财的话怎么回来还愿，可都是马虎不得的哦。神像前来了一群善男信女，又跪又拜，超虔诚的把手上的东西抛出去，显杯感谢土地公答应让信众借到发财经。以前做了修财，现在好这样吗？大厅被人吵挤爆，信徒乐翻了，要借发财经。但每个人都知道如何向神明求得好运吗？求发财经一定你要带你的身份证，还是讲你的这个驾照，还是证保卡都可以，只要有你的这个身份证明，神明头前去甲讲，讲你住伫倒位，啊，你要甲求偌济发财金，哦啊，托你讲别人啊，宝贝，好一杯就会使哩。哎，主委，万一手气太差，一直拔不拔，那要怎么办才好嘞？啊，托你讲不要参详，讲我拔六百，啊，明年要给你行一千，啊，那如果讲都无的话，就改千一，哦，一定六百你借会到，吼，直接给大家加一撇步。土地公婆答应借发财金，虽然钱的数量不大，不过怎么花可是一门学问哦。用这个钱吼，爱甲用出去，吼，莫走辛苦上，吼，一定爱用出去，吼，爱流通，哦，这个效果较好。竹山紫南宫里有参拜神明的、求发财金的，或者摸金鸡要摸出福气来的，人山人海，就是希望新的一年能够好运发财，旺旺来。中天新闻周大祥南投采访报道。